钱拿来，我今儿就挣了这么点儿，不够刷脸。哎，算了，我下次再给吧，要不，给你，你给我塞包里。走吧。 哟，二兄你回来了。叔啊。嗯。哦，对，我还忘买馒头了，我先去。站住！没说你。啊。小皮猴。嗯。把水给我添上。哎。 水来喽！端着，烫，烫也得端着。说吧，今儿干嘛去了？补课，把着烫。你烫，你跟我这胡说八道！我花那么大价钱给你报的补习班啊，你居然翘课！哎，撅起来！ 这怎么打呢？当然要打了。不行，你气死我了！你给我过来！撅着。哎哎，别打了，别打，亲生的，亲生的。我告诉你，之前我不打你，那是因为你没出息到我的底线啊。但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许骗人，尤其不能骗你亲爹我？这您学的呀？撅什么？骗人？哈，笑话！哎。 我骗人，我向来光明正大，我能骗人？哎呦！那您上班时间，您去火车站干嘛了？我接人呢。上班时间，您去火车站接人。我们外地的合作单位派人来北京考察，我们领导派我去接，怎么不行啊？ 外地的合作单位，人坐特快来的。还厂长。 那厂长亲自派我来，还给我报销地票呢。您都下岗了，哪儿来的厂长啊？我什么时候是？我这协议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您藏东西总共就那么几个地儿，我连您私房钱藏哪儿我都知道。二师兄，哎，你来。 你说我要是不上你那儿整点私房钱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吧？我瞒你那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替我担心。你这都下岗了，还天天到点出门，按点回来的，装的跟没事人似的，我这不更担心吗？ 爸，我都看见你在火车站做小红帽了。你推的那东西，落得比你人都高，你还瞅得见路吗？我瞅不见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了？我靠我自己力气挣钱，怎么了？我都说得出口，怎么了？我啊，你妈跟我离婚那天，你还病着呢。 你烧39度2，他走了，他头都没回，都没看咱爷儿俩一眼。我当时我就发誓，我能把你抚养大，我能给你让你过上最好的日子。我怎么着了我？二师兄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不是你替我担着，是咱们俩一块儿。 你说吧，我是不是你贴心小棉袄吧？大热天的，别穿棉袄了。哎呦，那可惜喽！我看你这证书啊，是别想要喽。以后你不再是林建军组长了，但是。
还有一个岗位永远属于你，就是让我永远依赖和骄傲的爸爸。个小皮猴，我总感觉你给我下什么套呢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看来今年过年你管我要那白球鞋是不想要了。要要要，我要我要。哎呀，哎，去年你管我要什么来的？连衣裙。也没了。你都答应好了，怎么就没了呢？好像还管我要过什么书包，对吧？对呀，你看都破了。这还能用？不能用了，你给我买一个，答应好了。能用。老头儿，老头儿，海皮哥，海皮哥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嗨，老头儿不是说要签什么分房协议，我回来签嘛。啊，你怎么样？上学上的？哎，甭提了，都上高六了，现在。高六，嗨，没事儿，就照着大三念一样啊。周建宇，哎，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，家里遭贼了，这么干净，我都塞柜子里了。塞柜子里干嘛呀？哎呦，你打开，你有病，你扒拉它干嘛呀？不，找东西。你有病啊，塞里边干嘛呀？赵美兰要回来了。谁？赵美兰女士，你妈。不是月底才回来吗？我哪知道，姥姥刚打一电话，说她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要回来。哎，我去呢。哟，我好像也搁里头了。我真是服了你这大学生了。哎呦，你又给打开了，我刚放进去。哎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行。哎，晚上都十了啊。我得接着做饭去。不重要，妈一回来看见我在学习，多棒！你要是能考上大学呀，更棒。考上一大学别了不起啊，在这嚣张。是，你高中上六年，你比我嚣张。我是你哥，注意点。我是你师哥，你也注意点。哎，你给我回来。嗯，外面晾的衣服你收了吗？什么衣服？妈走之前晾的呀。坏了，一个多礼拜了。哎，你出来，把这花都浇了。妈最喜欢这几盆花。别急，慢慢来。你快着点，一会儿妈回来了。哎呦，美兰姐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妈。哎呀，你两个坏了吧？我先给你俩摘菜啊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对啊，怎么回来了？太突然了，完全没准备。等我给你解穴呢，来拿进去啊！哎，这个，哎，带这么多东西回来，放厨房给那袋子啊。妈，荔枝，哪儿荔枝？哎呀，不是给你们的，给你爸送礼的，赶紧拿屋去。妈，我就吃一个，俩。我说没说不是给你俩的？听不懂啊？拿走。哦。哎，妈，我们要是表现得好，能吃吗？什么叫表现好啊？我走这两天，你们俩不给这屋给我拆了，我就烧高香了，我就。那您要这么说，这高香还真得烧起来了。来来来，大哥。妈，请。行，我看看你俩给这屋做成什么样了。来，我看看，来。赵女士，请看。哎，看窗户，台阶儿，窗明。几静，看看这沙发，就跟新的似的。哎，您慢点走啊，我刚擦完地，别摔您一大跟头。哎，这桌子虽然乱点，但是没办法，学习嘛。你别写了，不差这会儿了。好了，别写了，不差这会儿。看看，你最爱的几盆花，我们天天浇水。我浇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走之前晾的衣服，你们肯定没收。肯定收了。我收的。行吧，妈，你看我们表现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好嘞。
妈让你吃了吗？妈不说挺好吗？那是夸你吗？咱弄得这么好，还不是夸咱？状态不对。对了，我杀手锏还没亮呢，我做饭了。赶紧收拾东西去拿饭，我去叫妈。妈，我觉得您就先别忙了呗。我不忙，你们吃什么？今天晚上好好给你们做一顿啊。不是妈，您要不先进屋看一眼吧。怎么了？闯祸了是不是？老二，赵美兰女士，请看。哪来的？我做的。您不在这两天，我把弟弟照顾老好了。那必然是我做的，围裙就是这么幼稚不幼稚？妈，尝尝我的手。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我出去透透气儿。先看看。是不是在姥姥那出什么事儿了？姥姥说是怕咱哥俩过不好，就提前回来了。你看咱过得这么好，妈应该高兴。她应该不高兴。那她还是咱亲妈吗？她就是失落了，觉得咱不需要她。不明白。你大学生怎么还理解不了这个呢？大学也不教这个呀。哎呦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手拿来，干嘛？你烫我干嘛？妈，弟他烫着了。啊？谁烫着了？烫哪儿了？烫手了，他非得空手断面。怎么烫着了？你这不有个垫子吗？你拿锅你不能垫什么你？我看看。哎，不严重。我看看。怎么不严重？哎呦，你看这都红了，马上得起一泡。行，我自己拿水冲冲得了。哎呀，得用烫伤膏。哪有烫伤膏？冲冲得了，快走。哎，我前两天看见还在柜子里来着。哎，那柜子别动。哎呀。你就打算这么糊弄妈是吗，建宇？我就知道你们两个死性不改，这什么呀？啊？这怎么能往这塞呀？这都是些什么呀？这是咸菜罐子呀，是柜子呀？你这是给我腌衣服呀？你俩这是？这还有个馒头。这哪有烫伤膏啊？找个牙膏给它抹上。哎，好嘞。俩人加起来快四米了，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？这是？你看这还有个袜子，这都干巴了，这还理什么呀？这都硬了。把大盆给我拿进来，都得洗了。哦，这都洗到后天去了，这得，我怎么就生不出个姑娘呀？我怎么着？只要你拿进来，拿出去，往哪儿拿呀？我在哪儿洗衣服？你没劲，我有劲儿，我真打死你！不走。哎，你还吃呢？少发表意见，叫妈吃饭。想让妈高兴，就得听我的，赶紧去。哎呀，行。爸，我哥叫你吃饭。真是有点饿了，我这还把你俩给气的。怎么这么能作呀？怎么这么能作呀？妈，尝尝弟弟手艺。这是我哥一手操办的，围裙就是证据，你还围着证据呢，这不是？我再回回锅。哎，行了，就放这儿吧，我尝尝。这什么呀，盐炖酱油啊，你重新做了。你还带个围裙？你还围裙是你带的吗？人五人六的跟个真事儿似的。退了，该你们的，就一天天的围裙。嘿，你说话呢？你不说能让妈高兴吗？别着急呀，等着瞧。看着感觉走，抓住梦的手。哎，哥，妈还真高兴了啊，都跟着感觉走了，有点累啊。还累吗，哥？这个时候知道叫哥了，你少臭来劲啊！怎么回事啊，到底？建宇啊，你就是大学读傻了，啊。你别看妈整天唠叨咱们，嫌这嫌那，那是关心咱们。
他需要的就是这个。他整天围着咱们转，是挺累的，但是嘴上是抱怨，可这心里啊是开心。那也不能总这样，让妈太辛苦啊，咱得帮他干点什么吧。那也得偷偷的呀，别让妈知道啊。行，听你的。那这事儿算过去了啊。那你烫我手这事儿怎么办呀？别跟我在那装啊，我真烫着你了吗？你给我起一泡看看。我那泡啊都在心里。哎呦，我别弄了，你大学就学这个是不是？饭还得一会儿呢，先给这吃了吧。荔枝全给我们吃啊，吃吧。杨贵妃也就这待遇。谢谢梅兰女士，咱妈多漂亮啊！能不能光吃不吱声啊？有这么好，妈上哪儿找去？来，妈帮你吃一个。我不爱吃。妈，我都给你包了一个。哎，您张嘴，来来来。哎呀，我不要。来来，吃一个嘛。我不爱吃。吃一个，吃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飘。哎呀，你妈！那寇老师，海皮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什么叫我怎么回来？不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的吗？跟我说要拆迁，要签字，所以我才回来的吗？有这事儿？啊。叫你回家！你干什么呀？不回家！你疯了，老头！他妈还知道家？咱那么久没见，能不能愉快点啊？愉快？我愉快得了吗？你三年不回家，打电话你不接。别！生什么气呀？真是！把鞋穿上，穿上。我这不接电话，可不是因为我忙生意吗？我在海南，海南没信号。海南没信号，南海都有信号。你小子可真行啊，走投无路了才肯回来拿这个拆迁款。不是，你喝什么呀？手都抖成这样了还喝？谁抖了？我连火车都能开，我哪儿抖了？行吧，随你便，你爱喝就喝，我管不了。赶紧的，把协议拿出来，我签字了，签完字我立马就走。立马就走，真够狠的。十几年了吧？你回家过几次啊？哎，我这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不是，那你数，你再说说你自己待多少天？你在这个家里待过多少天？嗯，我妈去世了，我一个人在家等着。你回来多少天？我那是工作忙，整天跑车。火车司机我见多了，没见你这么不着家的。哎，咱们别聊不回家行吗？你回来家都干嘛了？喝醉，天天喝醉，成天成天。你有一天是不醉的吗？我从小到大，你有一天是不醉的吗？我叫你一声爸，那是因为你只是我爸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是一彻头彻尾的酒鬼。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心里话？真心话。你不仁不义，你不是我的儿子，我看我不打死你。来，打！你找我回来不就会打我吗？往这儿打，今天打死我。打呀！爸，一年前
得了老年痴呆症，整天迷迷糊糊的，什么都忘了，只记得今天这个日子。这是什么日子？今儿5月28呀。今儿你妈生日。签吧，签了之后，甭管是房子钱，都归你，算我以前欠你的。还有这个，你帮我在亲属这儿签个名字，你的这一生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对不住了，我也不想麻烦你，但是没办法，我的直系亲属里只剩下你了。老头儿，为什么去养老院呀？眼不见心不烦，咱俩各顾各的，谁也别烦谁。那您进了养老院可就没法喝这酒了。谁说养老院不让喝酒？那可不是嘛，哪个养老院会收您这种酒腻子呀？那我就不去养老院了，我去跟您跟我住吧。我可不跟你住。其实有些话我从来没跟您说过，我妈临终前他没怨你，真的，他就希望咱爷俩能好好的。你说如果你跟我一起住了吧，不高兴的时候咱俩可以斗斗嘴，高兴的时候我还能陪你喝两杯。如今咱老刘家只剩你跟我了。爸，这两年我在外边混得真不怎么样，真的。但我觉得，只要咱俩住一起，无论在外边遇到什么样的事儿，咱们好歹有个家。做个证啊，爸，养老院咱们不去了啊，您跟我过。啊，那我们这一走咱们还能见得着吗？能能，太能了。我们看您去。对，哎对，是吧？那既然机会这么难得，要不咱拍张照吧。哎，正好，这赶紧拿呀，拿。哎，这可太好了。快，哎，那我就不客气。这有什么客气的？这快坐，快。哎，来，老爷子少喝点儿。我定个时啊，来，你赶紧的吧，你快去准备啊，你前面去，小孩前面去。几秒，来，4、3，咱们喊个口号，2、1，茄子。